はい、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今日は台湾の IT 担当大臣、オードリー・タンさんをお招きしてですね、11時までの時間で、いろいろ台湾のデジタル活用についてお聞きしていこうという趣旨なんですけれども、当初は公園、一方通行の公園というふうにご案内してたかもしれませんけれども、今日は実際には私が、ちょっと皆さんを代表してというとおこがましいんですけども、質問役として、タンさんにいろいろな観点からお話をお聞きしながら、そして途中、皆さんからは、スライドで質問をいただきながら、タンさんにいろいろ聞いていこうと、お聞きしようという趣旨でございます。最後までじっくりお聞き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それでは、タンさん、最初に冒頭に、ちょっとご挨拶というか、自己紹介も含めてお話をいただけますでしょうか。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大家好，我是唐凤，很高兴能够跟大家见面，也祝大家生生不息，繁荣昌盛。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预先知道说，大家对于包含数位的工作，以及数位对于社对，会、对于环境、对于经济等等方面，都已经有很多很好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一开始的开场就尽量简短。当然，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实际跟各位面对面的见面。那但是很有意思的是说，会有这样子的疫情，也是因为人类大规模群居的生活。但是呢，我们在台湾也好，在其他地方也好，看到就是每一次有大规模传染病出现的时候，不只是 pandemic 传染病，也包含 infodemic，就是人跟人之间信任的受到挑战。为什么呢？因为自古对抗传染病，就是用各种方式拉开人际的距离，锁国啊、封城啊、停止集会啊，这些看起来是不得不然的一些方法，但是让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就拉远了。那而且呢，古时候呢，还有会找不同种族、不同国籍、不同信仰、不同生活方式等等的一些我们叫做替罪的羔羊啊。那我们看中古欧洲的黑死病，就已经可以了解这个情况。但是现代跟中古欧洲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就是我们现在有数位的技术了。台湾在2020年今年的抗疫过程里面，我们用的就是开放政府这样子的方法，来让这种不信任不至于滑坡，变成整个社会的一个公害。我们当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很多物资都是缺乏的，不管是酒精啊，或者是像这样的口罩。那么政府呢，很快就采取了我们叫做实名制的方法来确保公平。但是这要由谁来执行呢？刚好有超过6000位的药师，在各个地方的药局里面，他们既有专业的形象，而且又深入社区的邻里。当然，并不是民众信任药师就能够成就一切，药师呢也进一步主动结合我们叫公民科技，也就是临时政府 G0V 这样的社群，做了很多的方式来改善自动化的流程，节省民众和药师的时间。而政府呢，我们对于这样子的协力结果，一向是秉持叫做"你行你来"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完全的去信任民众，这样子我们健保署的数据的结构才可以每周每周的改善，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我举一个例子，好比像说我们有一位立法委员，一位议员叫做高虹安，这位立委呢，他在鸿海公司担任过数据分析的副总裁，当时他引用一个民间的一个地图的数据，来质询卫福部长陈时中，我们的铁人部长。那他的质询是说，虽然看起来平均起来，每个县、每个市，它的分布都很均匀，但是当你把它放大之后，看到了里面的乡跟一些村，哎，就不一定那么平均了。那这个时候呢，陈部长当时人气是非常非常高，所有人都非常尊敬他，但是他完全没有反驳，他就是说，高委员教教我们嘛，那马上呢，我们就用高委员的建议来修改这一套系统。所以第二天，高委员就在社群媒体上面贴文，非常大大的赞美我们的陈部长，说昨天质询，今天就改善了。
所以在我看起来，所谓的比马龙效应呢，这个 Pygmalion effect， 就是我们在传染病的时候可以让大家重建信任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主政者越信任民间的朋友，那么人民就会越值得信赖。那在这里面呢，数位创新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当然网络不需要保持社交距离，您现在看我也不用戴口罩，所以我们在台湾说见面三分情，我们隔着网络也有个两分情吧，戴口罩可能剩一分情了。那我们呢，不用保持社交距离的过程里面，我们的这些贡献在数位的世界里面都会留下别人可以参考的足迹，所以就算信任一开始是片片段段的，它都可以连接起来，有一些小小的善念就很容易被激励。好比像说在口罩地图的过程里面，健保署把口罩的在药局的及时的存量放在我们所有部会共用的政府资料开放平台上面，那么不到一个礼拜，各界就开发了在 G0V 的临时政府的频道里面，可以看到上百个应用程式。那么不管是地图、聊天机器人或者语音助手来查询的过程，它累积了有点像一种分散式的账本，在100多个不同开发者手上各有一个账本哦。那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一个人排队的时候手上都有这样子的地图，他前面的人用了他的健保卡买了9片口罩，或者如果10片，如果他是小孩的话，每两周有这样的配额。那在他后面排队的人只要一看就发现，哎，真的耶，他的存量减了9或者减了10，这样子的话对这套系统的信任就可以持续累积。如果我看到前面的人刷了健保卡竟然他的存量还增加而不是减少，我当场就打1922了哦。所以我想所谓爱邻如己啊，这样子的想法在瘟疫蔓延的时候也许也是做得到的，因为我们用光速传输的这个环境里面的确是天涯若比邻，虽然我们跟亲朋好友暂时疏远了，但是透过数位我们跟陌生人无比的接近，众人的事情众人可以一起帮助，政府就可以从信任人民来开始。不好意思，我说要五分钟，但是最后花了大概七分钟，不好意思。丹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ですね、今やっぱりコロナに対する台湾の本当に素晴らしい、まあ日本が、やっぱり模範とすべきですよね、ような取り組みについてお話をいただいたんですけれども、とはいうもののですね、その表面的なそのじゃあマスクを配布することをどうこうすればいいのかというと、そういうもんでも多分ない。ですね。コロナが今回のコロナで終わるかどうかは分かりませんので、次も出てくるかもしれないということで言うと、やっぱり、台湾と同じような施策が取れるような、こと、それを台湾に学びつつ、日本流のやり方で、やっぱり我々考え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んだろう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で、そんな中でですね、今日ここから、丹さんに本題としてお聞きしていきたいのが、今、資料共有されてますよね。この3つの話題ですね。台湾におけるデジタル活用の歴史、それから、台湾も、じゃあ、かなり前から今のようなことができたのか、コロナでギリギリ間に合ったのか、それとも、その前にいろんなことをやってたので、コロナ対策もうまくいったのか、このあたりをちょっと丹さんにお聞きしたいのと、その後で、今お話がありました通り、ガブゼロとかですね、V 台湾というキーワードを時々聞くんですけれども、それって一体何なのかということを丹さんにお話を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で、最後は時間が許す限り、今後の方向性とか、展望をお聞き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るんですけども、まず丹さん、お聞きしたいのが、台湾におけるデジタル活用の流れって丹さんが、IT 担当大臣になられてから大きく進化した、大きくステップアップしたということも、これ間違いな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丹さんが来られる前、あるいは丹さんが子供の頃で、やっぱり、そう言っても台湾もそんなにデジタル活用進んでなかったのか、いや、それとももう昔から、
台湾のデジタル活用はかなり進んでいたのか、そのあたりをちょっとお話しいただきます。その中でひまわり運動がきっかけになったという話を聞いたこともあるんですけども、そのひまわり運動についてもちょっとお話を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好的，那我就从太阳花学运的前一年开始讲好了。当时呢，在太阳花的前一年，也就是2013年，是我加入临时政府 G0V 的时候，在 G0V 的这个频道里面，时时刻刻都有几千位朋友在想，要怎么样子去让更多人关心公共的事务。从2012年年底的一个广告开始。那个广告是当时的行政院请了很多的市民来拍一个他们看不懂政策，所以也不需要看懂好了吧，这样子的意味的这样子一种广告，叫做经济动能推升方案哦。那同时有一个旁白，对着这些迷惑的民众，在当时2012年的时候，那个旁白说，我想不用看懂吧。说破嘴不如跑断腿，做就对了。这样，那所以这个就是让人觉得是说，好像一小撮精英在帮所有人决定所有人的生活。这个当时是第一个 YouTube 上面的行政院拍的一部影片，马上就被检举成为诈骗哦，就下架了。那但是呢，G0V 就是一群觉得说，也许看不懂这些政策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政府没有用足够及时、足够透明、足够有趣的方法来呈现这一些。但是呢，当我加入G0V，也就是2013年初的时候，可以用一个有趣的方法来参与政策，绝对不是一个主流的看法。在台湾，当时我很尊敬的一个作家张大春老师，在《Wired》这个杂志的访问里面说到，他觉得。Facebook 脸书当时台湾开始非常多人使用，并不会改变公共的参与，只会让人觉得自己好像有参与。张大春老师说：“我还想不出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人家又懒，然后又能够迈向一个真正的行动。那没有什么实践的方法是他想得出来，感觉上就是1万个人按赞，可能只有一个人到场而已。但是很快。” G0V 的朋友就想出了各种各样有趣的方式。我举一个例子，各位现在看到这个建筑物是台湾的监察院。监察院是台湾一个特殊的政府的一个权力，独立于立法跟行政权跟司法之外。他做的事情是确保说，任何人在竞选，好比像说立法委员的时候，他的每一笔收入跟每一笔支出。都必须让监察院知道，但是呢，在当时只有监察院可以做监察，意思是说那些资料它是没有公布出来的。但是由于政府资讯公开法的关系，它不能够完全不让人民取得。所以说呢，人民理论上可以取得，但是你必须走进这一栋建筑物，然后它会列印出来，放上浮水印给你。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很容易的用数值分析的方法。来处理这些政治现金的资料，于是就有一些 G0V 的朋友发起了这样子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就是相信大家在网络上都看过，来证明你不是机器人的方法之一，就是看一些数字啊、文字，然后把它输入进去。那么他们就是用一样的方法去让你看到这个数字之后，你就只要键入099-09-24，然后按送出。这样子，他就可以帮忙去做什么呢？去做文字的识别，因为一张影印下来的这张纸真的是太大了，任何人也不会有那个力气去把它全部输入完。但是，当它被切成一小块一小块豆腐的话，那么每个人只要3秒钟、5秒钟的时间，就觉得哦，我在救国呢，自己的国家自己救。那这样子的话呢，在一夕之间就动员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人。他既能够立刻行动，行动完马上又可以分享，分享完之后又可以去把这样子的做法放在其他的领域来使用，也就是同时满足了可行动、可连结、可延伸这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都满足之后，它就会变成网络上面的社会创新。所以在短短的24小时之内，全部的。
2637页就有大概10000人数位化完成了。这个我们把它叫做 OCR 的技术，也就是 Otaku Character Recognition 宅力辨识的这样一种技术。那这样子的技术呢，它真正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生态。在以前，政治现金没有办法透过这样的方式视觉化让大家知道，而且呢，我们就发现说，经过2016年的这个分析之后，监察院是说这些朋友们做的分析不能100%相信。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朋友们做的虽然每一个格子都有3个人看过，但是不保证它真的就是完整的那个资料啊。所以当时 G0V 的朋友就写了一封信回去给监察院说，那所以你自己去开放完整的资料，就不用担心我们资料正确性不够的问题了。所以监察院也在我们的2018年的市长跟市议员选举的时候开放了完整的资料，让民众跟记者都可以做分析。我们一分析起来不得了，我们就发现买 Facebook 广告的这个收入跟支出通通都没有报到政治现金里面，表示说有一些人能够绕过政治现金的法律，国外的朋友理论上不能够捐政治现金的，他也可以用来买 Facebook 跟其他社群媒体的广告来操纵跟影响我们的选举。所以呢，后来我们就拿监察院跟临时政府都已经同意的这样子的新的规范，新的 norm， 跑去跟什么呢？跟 Facebook 以及这些大公司谈判。那谈判的标的就是说，我们在临时政府后来被就是政府所采纳的这些做法，它必须要变成就是我们叫做 honest advertisement， 就是诚实的及时的广告揭露。这样子的话，首先就是国外的朋友在我们竞选的期间绝对不应该可以来打我们的政治广告，就算是候选人本身也必须要申报，而且呢，他这个申报呢必须要是及时的，也就是说他花了多少钱，让多少人看到什么讯息等等，这些都必须要让所有的公民的社群一起来监督，这样子才不会出现他打着民主的旗号但是是破坏民主，要人不要去投票，要人不相信投票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些做法。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跟口罩地图的案例一样，在这个案例里面也是社会部门先想出一个社会常规，然后呢他透过跟政府的请愿的方式告诉政府说这个新的常规的正当性大过政府的，后来政府就说好啊，你行你来，这个就变成新的常规，然后社会部门跟公部门一起去说服私部门说，如果你不这样跟着做的话，那我们会抵制你啊。在台湾只要被社会部门抵制的公司大概就没有办法做生意了，所以呢我们并没有去通过新的法律等等来去规管 Facebook 等等的这些平台，但是他们都在2020年的选举里面完全揭露了他们所有的相当于政治现金的这样子一种广告。而且呢我们也发现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不会再敢去做就是不实的这样子一些宣传了。那所以我想这些工具我们不管是在刚才提到的政治现金上的运用，或者是在2015年的时候在尼泊尔大地震的时候，也是同样跟开放街图社群 OpenStreetMap 合作去把他们的卫星的照图变成一格一格的，我们可以在上面注明到底哪边的桥断了，到底哪边有新的帐篷出现了等等，那就算人在台湾也可以帮助到尼泊尔。这个当时还是就是即将要选总统的蔡英文同学分享给我们大家，那让大家一起来参与。所以像这样子一种群众外包，本来就是蔡英文当时是候选人，现在是总统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理念。所以我想我要讲的就是说，早在2014年的占领运动之前， G0V 就汇聚了包含做自由软体的朋友，做公民媒体的朋友，以及做一些社会运动的朋友，进入一个大家彼此互相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圈。我们有可能每2个月一次的黑客松，在这里面每个人都可以拿贴纸来辨认出彼此的专长，并且组成队伍，还有所谓小天使小主人这样子的一种做法，让新参者也能够很容易的找到自己的专案。那么我们透过这些黑客松、
就可以认识更多的专案，通过专案认识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再参加更多小型的黑客松，再认识更多的专案，再认识更多的人等等，这些都是在很棒的一个你行你来的气氛里面做到的。当时呢，我把它叫做 worse is better， 也就是用汉字来表示的话，劣就是夯哦，少利就是大利。什么是 worse is better？ 就是没有面子问题。一开始 G0V 它的 logo 视觉标识是长这样子的，感觉上就好像用小画家跟记事本做出来的。那但是呢，当时当有设计师看不顺眼的时候，因为我们都抛弃掉著作财产权，所以呢，它就可以做成一个比较漂亮的版本，好像有人讲话，有人投票等等。那但是呢，后来发现在手机荧幕上中间那个 O 看起来会像是 Q 啊，那所以呢，又有设计师再把它改成了新的 logo。 这些都是建立在大家愿意让彼此去增进彼此的工作，而不是运用好比像说专利权等等的方式去让大家没有办法去参与哦。那所以当我们在占领的时候，我们做的方式也是一样的。不管是2014年的3月8日，当时是关于第四座核能电厂的一个游行，我们就已经提供了直播的服务，或者是说在那个之后的10天，当大家占领议场之后，我们也运用完全相同的工具，各位现在看到的不管是共比啊，共比的试算表啊，或者是透过试算表做到的共用的书签啊，直播技术啊，都是我们在先前就已经用过非常非常多次。那这次唯一的差别就是说原来有50万个人在街上，更多人在线上收看。所以我们马上又发现说，如果我们能够让谣言传播的速度不如真实的传播速度快，也就是一个谣言也许一传三，三传九，它的 R 值是3。那但是呢，也许呢，我们的这个真实的就是直接在那个占领的墙上面投影出异常里的状况，可以一传十，十传百，也就是 R 值是10的话，那么大家都可以就事论事的进入讨论，而不会一直在脑里面脑补一些冲突的一些情况。所以我觉得只有一个中立的网际网络能够做到把占领的这个立法院的墙里面跟占领的立法院的墙外面联系起来，而这个呢，不但能够减少冲突跟误会，而且呢，也能够确保大家能够就事论事的进行讨论。那最后当然有四个诉求嘛，缺一不可。那后来我们的立法院的院长王金平也同意了这些诉求，占领就成功了。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田さん。ちょっとだけ私の方で整理させていただくと、まあ、もともとそのガブゼロ、これは後でまたお聞きしますけれども、ガブゼロという組織なのか、非営利団体なのか、ちょっとこの辺はわかんないんですけども、ここがフェイクニュース的な情報を出して、それに対して台湾政府がちゃんと反応してくれて、で、持ってる情報を、じゃあ民間は民間で、その情報をうまく活用を加工して、みんなでシェアして、それを行動につなげていけ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いうような動きがもともとあったと。で、そういう中に今度ひまわり運動のような話、大きな動きがあって、そこでまたインターネットで、その状況をすべてオープンにする、情報を公開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で、先ほどのガブゼロ、あるいはその監察員の情報を公開するということもそうですけども、そういう情報を公開することが人々のアクションにつながっていって、で、まあ、その間はちょっと端折りますけども、そういったことが、丹さんが IT 担当大臣になられることに、まあ、つながっていって、まあ、今日のコロナ対策にもつながっていってるというふうに理解を、しました。大きく間違っているところがあれば指摘していただいて、ちょっと次のテーマに行きたいんですけど、いかがでしょう？あ、大丈夫ですか？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はい。で、じゃあちょっと先ほどの資料ですね、中で、ガブゼロという話が出てきました。で、ガブゼロ、先ほど、丹さんのお話にありました。で、それ以外にも、いろんな丹さんの発信されている情報を見ると、V 台湾プロジェクトとか、パーティシペーションオフィサーネットワークとか、ソーシャルイノベーションツアーとか、まあ、大きくこの4つかな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も、が出てきます。まず、丹さん、ガブゼロからですね、これは何なんでしょうと。その、
本当に草の根的に民間の有志が盛り上げてきている、ある種の、ムーブメント、運動なのか、政府が何か、関与しているのか、ちょっとその辺を説明してあげますでしょうか。如果有分享我的画面的话啊，应该可以看到，当时在G0V.Asia 这个网站，临时政府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一个定义。那这个定义呢，当然，它是比较简略的，但是也足以作为我们刚开始讨论的一个方式啊。G0V 有一句口号，就是说。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件事，先承认你就是那个没有人。我不知道这个在日文翻译起来会是怎样，当时用英文翻译不容易翻译的。也就是说，它的概念就是我们并不是好像服从于任何特定的领导人，任何人都可以自己发起一个新的专案，或者把别人的专案。Fork 就是分支到一个不同的方向，所以 G0V 通常都说自己是一个社群，就是一个 community。那这个社群做什么呢？它做公民科技 （civic tech）。那什么是公民科技呢？就是运用一些新兴的科学跟技术，来确保大家都能够更容易的参与关乎众人的公共的事务。那所以就包含您刚才提到的透明性，或者是。政府无法解决的事情，G0V 先试着解决看看，像口罩地图就是如此。那而且呢，所有的这一些呢，都不等着谁对谁发命令，它是完全草根式的这样子一种组织。那这个按钮呢，我想是最容易说明 G0V 的精神了，也就是 Hack Democracy。我们把民主主义看成不是一种思想的形态，意识形态。而是看作一系列的技术，不管是投票的技术啊、共识形成的技术啊、分配预算的技术啊，甚至宪法本身也只是一些技术而已。那我们呢，就像改变我们的共有的一些开放源代码的程式一样，我们也用相同的方法来改进资料的品质，而且呢，也让民主主义它的运作里面的各种层面都能够更加。为人民所理解，而且为人民所参加，因为谁都不用问过谁，所以这当然不是政府的一个专案。但是呢，在临时政府每2个月一次大型黑客松里面，确实有非常多的公务员，他是以个人身份来参加，因为他想要在民间先做出一些范例，让他的长官，也就是大臣们，不得不正面面对某个问题。或者不得不同意说，原来他这个比较中阶、低阶的这个公务员想的，其实才是最有道理的一个解决方案等等。所以也可以说，它是政府外面的一个类似外挂这样子的一个存在吧。このガブゼロという組織が、政府とは、関係のない形でしっかり活動をし、で、政府に何でもかんでも任せる、委ねるのではなくて、個々人ができることは自分でやろうと。で、特にこのデジタルテクノロジー、インターネット等を使えば、一人一人ができることが、多くなるし、一人一人がまたつながっていけばできることがもっと増えるという、そういう発想が裏側にあ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ればよろしいでしょうか。确实是如此。那如果对这个临时政府一开始为什么会因为大家志同道合，所以就产生了各种各样跟政府其实关系也不大的就是应用的话，包含说跑去占领立法院之类啊，我想行政院是绝对不会派人去参与这个占领立法院的。那所以呢这个我们有一篇文章可以去找寻，那这个就叫做临时政府的第一年哦，它是有日文的翻译的，它是叫做临时政府第一年，拆掉政府原地重建啊，日文叫做政府的解体跟再构筑。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这篇文章，它描述了 G0V 在太阳花学运前开始的一些契机。で、ハックデモクラシーというのも、別に政府を批判する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て、政府にできないこと、政府が、やりきらないことを自分たちでやるし、政府がやってることを自分たちが監視していくんだという意味で非常に印象的なんですけれども、タンさんご自身はこのガブゼロとは、
結構密接に、あるいは炭さん自身もなんかインサイダーとしてガブゼロに取り組んでいらっしゃったりするんですか？是的，我直到现在都还是负责维护一些临时政府相关的专案，好比像说，大家都能够编辑的一个字典叫做盲点啦，又或者是说，临时政府所使用的共有的试算表啦，这些也都还是我以个人的身份在负责维护。なるほど。で、ちょっと先ほどのお話の中にも、例えばその選挙資金がどういうふうに使われているかとかですね、そういうことを透明化していくんだという話が、公開していくんだという話がありましたけども、それ以外にも政府っていろんな補助金も出したり、国防費も使っていますし、当然その公務員の給与もありますし、といういろんなお金は当然その集めて使っているわけですけども、そういったことをやっぱりガブゼロは必要に応じて情報をどんどん得て、分析してみんながわかりやすい形で公開していることもやってる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てよろしいですか？确实在，在2012年底，为了回应那个广告啊，一开始的几位临时政府的参与者啊，不包含我，我是2013年才加入，就是去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看到说，每一个不同的政府的预算，这个预算呢，它每一年的成长跟非成长，就是删减率到底是多少？那包含从主管的单位，从他所做的事情的差别，或者是你可以直接去看，好比像说您刚才提到的国防部所属啊，或者是教育部所属啊、交通部所属等等的这些做法，到底在里面可以分成怎么样的哪些细项呢？那而且呢，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国债，就是目前每个人负担多少钱的债务，这也是督促政府来注重财政纪律啊等等。那所有的这些其实都很重要，而且他们尽可能去把它变成一个容易理解的情况。而到了我进入内阁之后，在2016年，我就请内阁去考虑把临时政府的这样子一套做法直接纳入我们的就是政府里面来，所以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个网站叫做 join.gov.tw，临时政府的工作区在 join.g0v.tw，我们就是把中间那个零又换回成了 o，那所以在 join.gov.tw 上就不只可以发动联署，或者是看一些法规命令的预告，并且进行讨论，但而且你甚至还可以看到政府的每一个中长程计划，也就是一年以上的计划，目前有2349个，它的执行的情况如何？好比说大家最关注的就是长期照顾的10年计划，关于人口结构老化的对策方案。那这个我们每个月在上面不但会有更新，做到了哪些事情，花了大家多少纳税钱？而且很重要的是，这才是10年里的第3年，所以底下非常多朋友们给我们批评指教。之前卫福部就会每一季去综整大家的回应，好比像说，大家会说核销就是他做的事情之后拿到钱，这个时间太长了，或者是太麻烦了等等，那我们就会及时的来调整我们的政策，回应大家对于这一笔预算的具体讨论。可以说，这跟当时 G0V 要做的是完全一样的。唯一的差别是在2012年的时候，只有关心的公民们彼此在讨论，而现在是连负责这件事情的公务员也必须进来一起讨论。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すごいですね。ちょっと日本から見ると驚くべき取り組みだと思うんですね。さすがに丹さんはのり弁という言葉は聞いたことがな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けれども、日本は政府に情報公開を要求すると、文書のかなりの部分が黒塗りでですね、そこは公開できませんと。通じはダメですというような情報が結構こう戻ってきてですね、その何らかの施策がどこまで進捗しているのか、予算をどこまで執行しているのか、例えばどういう事業者が関与しているのか、誰が担当しているのかも、わかるものもあるんですけども、わからないケースもあるという状況があってですね、その日本からするととても信じられないんですけども、そもそも台湾ではこういう形で政府がどんどん情報を出してくれるというのはもう昔からあるんでしょうか？それとも何らかのきっかけがあって、いやもう政府は基本情報を公開するんだというふうに
なってきたんでしょうか。あるいは今も、こういう情報を政府は出すべきだけれども、でもこの情報はダメ、出せないというような情報は、やっぱり台湾でもあ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いかがでしょうか。当然、首先第一个就是为什么大家会不断的公开这些资讯，甚至像我担任政务委员之后开的1400场会议跟5600多人讲了接近30句话，这些里面每句每句都是公开的哦。那为什么可以做得到这样子的一种做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在占领立法院的时候，就是要求政府做这样子的事情。如果当时占领立法院不是那么成功，大家不是感觉到说，哦，原来大家一起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甚至连宪法都能够讨论，所谓的真正的民主必须把所有人都能够涵容进去，也就是关于我们的事情必须要有我们的参与。如果不是有50万人在街上要求这样子的反对黑箱，要求透明这样子的一种治理的方式的呼吁的话，那么也不会变成在2014年底的市长选举的时候，所有支持透明跟开放政府的市长候选人都当选了，有些还没有准备好这个感谢的致辞哦，因为本来觉得自己不会当选的。那所有那些比较是黑箱的，还是您刚刚讲比较传统保守的那些市长候选人都没有当选，也就是这个变成了台湾政治的新的常态。从那个之后，每一个人都只能说他怎么样更开放，而不能够说啊我不要开放。如果讲不要开放、不要透明，马上就没有选成功的这个希望。我们目前在立法院的4个主要的政党的党团都同意要开放整个国会，包含甚至党团之间协商都是立刻就用直播的方式让人民能够看到。所以本来以为是秘密的东西，现在因为它有决策的效力，也变成透明的了。至于少数您提到的，好比像说国家机密啊等等，这些本来就有法律在规范啊。如果上面能够打一个国家机密、极机密啊等等，那本来它就不会进入常规的管考系统。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份预算的视觉化以及讨论的系统，是直接从国家发展委员会的管考处来的。所以如果它是机密的话，本来也不会让这些文职人员来进行管考。国防部有它自己的管考方式。所以理论上就是任何管考人员，包含我们国发会管考处以及监察院能看到的，当然市民就能看到，因为机密本来就不在那套系统里。すごいわかりやすい説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やっぱり選挙でちゃんと情報公開にをやるよっていう議員が通って、旧来型のまあそこは、あまり透明化できないよっていう人はやっぱ落ちてしまう。やっぱこれが一つのきっかけ。これは日本も真似できるし、ちょっと本当に参考にしたい点だな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で、あと他にも V 台湾というのがあったんですけど、これはガブゼロとはまた違うなんか取り組みなんでしょうか。ちょっとその辺もお聞きできますでしょうか。在臨時政府里面、本来就有各种各样子的专案。每一个专案是固定、可能在2个月一次的黑客松里面、招兵买马。所以你就把 G0V 想成一个育成的平台吧，在上面会长出各种各样子的专案来。V 台湾就是这样长出来的一个专案。他一开始提倡的是在我之前在这个办公室工作的蔡玉玲政务委员。那蔡玉玲政务委员呢，他在 G0V 的提案是说，我们能不能够把我们对于行政的这些透明的措施也放在法律的订定上面。要了解到行政措施跟法律是不一样位阶的，行政措施是在既有的法律底下，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这边的预算分配2000多个计划都没有违法或者改变法律的成分。但是当你要改变法律的时候，怎么样考虑到许多的利害关系人，这个就变得很重要。当时蔡玉玲当时的政务委员提出来了2个例子，一个是说电传的劳动，远距的工作者，他们没有组一个工会，我们要怎么样找到能够代表他们发言的人呢？又或者说把自己的公司不是注册在台湾，虽然他是台湾人，
但是注册在什么开曼群岛之类的地方，你要怎么样子调整台湾的公司法，让他们愿意回来这边注册公司呢？同样的，他们也没有一个商会联合会之类的组织。在这种本来就无组织的情况下，传统的代议式的 representative 代议式的讨论就不是很能够生效。相反的，我们要看的是如何去再现 represent 所有这些不同朋友的想法。所以这个想法呢，就后来包含怎么样子去把开 Uber X 的这些司机以及计程车司机的想法纳入现在 Uber 在台湾已经是一个合法的计程车队了，或者是怎么样把正在做一些好像处于灰色地带不一定很合法的一些金融科技的朋友的意见带进我们的金融科技的沙盒里面，或者甚至是好比像说在网络上面没有经过允许而散播一些私密的照片等等，这些呢都没有一个单一的民间的代表，但是 V 台湾想办法让大家意见能够充分的显示出来，并且虽然有不同的立场，但是可以找到共同的价值。所以如果在 V 台湾的首页看到的话，目前他们的工作是在确保说立法委员在他们都签署了开放政府伙伴关系联盟的这些核心价值之后，有没有可能让我们的立法的阶段的过程包含怎么样让国会的资讯就跟行政部门一样容易取用，要怎么样确定说就算你有视觉听觉各方面的不同于其他人的身心状况都还是可以参与国会，好比像说国会的过程里用到很多纸张，怎么样子确保这些纸张上面的资讯就算不在现场的人也可以透过数位的方式来处理，以及让大家更了解立法院的运作等等，这是目前 V 台湾正在聚焦的一些讨论的主题。ガブデロは情報を、可視化して、広く集中し透明化する取り組みに大きく言うとですね、一方その今度こう一般市民も巻き込んで、あるいは行政も巻き込んでその情報をいかにアクションに変えていくのかということの一つがその今の V 台湾なのかなというふうに受け取りましたけども、それ以外にパートナーオフィサーズネットワークっていうものも用意されてるって聞いたんですけども、それはどんなものなんですか？開放政府聯絡人是在每一个部会，在我们行政院一共有32个部会，他们都设置了这样子一组人。这组人的工作可以简单来讲分成四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尽可能让大众清楚的知道这个部会到底在做什么，接下来当大家知道之后呢，大家就可以提出各种各样子的意见，提出意见之后呢，我们可以确保说这个部会要负起说明的责任，哪些意见有参赛，哪些意见没有参赛，为什么不可能，是违反法律吗，还是违反物理定律呢，等等，这个都要给得出交代。以及呢，他们必须去看到说有没有哪些会被政策影响到的人，他因为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没有办法进入讨论，那么要怎么样子去确保他们可以进入讨论呢？这四个加起来就是透明、参与、客责、涵容，就是一个开放政府联络人要做的工作。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好比像说在2017年的5月，当时呢有一个朋友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了一个案子，说报税的软体难用到爆炸的程度，那这完全是负能量，也就是他除了批评之外并没有提出什么建设，但是呢因为非常多人都附和都参与，难用到爆炸瞬间变成一个鸟词啊。就像国会联络人是跟立法委员沟通，媒体联络人是跟新闻记者沟通一样，开放政府联络人就是跟这些新的 hashtag 主题标签这些潮词沟通。但是潮词没有代言人，你要怎么跟潮词沟通呢？你唯一沟通的方法就是你打不过就加入他。所以当时我们财政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杨金亨马上就附和了这个报税软体难用到爆炸的说法，并且说任何讲得出到底哪里难用哪里爆炸的朋友
都欢迎过两个礼拜之后到我们财政资讯中心来一起画出明年的报税软体。所以不止很多在网络上尖酸刻薄的一些朋友听到这样子的一个邀请之后，马上变成给出就事论事的一些有用的批评。我们也看到当初提案的那位叫卓志远，因为他是一个设计师，我们有一句俗话叫谁在乎谁痛苦，就是说因为他对设计的作品特别要求，他看到难用的报税软体就特别受不了，我就把这种受不了的力量变成创作的力量，让我们及时的讨论，就算你不在台北也可以透过网络贴便利贴，一起做出一个使用者的旅程。而我在这里面的角色就是去辅导各个部会的开放政府联络人，要如实的去把大家的意见呈现出来，就算100个人的意见相同，我们在这个上面也只有一张便利贴。因为很多公部门的公务人员，当他看到网友留言说自报多的时候，其实他不会如实的去给他的长官看到，他会改成什么文字稍显冗赘之类，感觉比较平和的说法。但是这样的话，民众就不会觉得我们站在他们那一边了。所以你要站在他那一边，你不能改他的字，但是惊叹号是可以拿掉的。所以无论是自曝多，无论说华丽到让人迷惘等等的这些批评指教，我们整理出来之后，就让这些当时最骂得最凶的这些市民们跟我们的官贸网络，就是做报税软体的那家厂商，以及他们这些公务员坐得比较远，所以打不起来哦。隔在中间的就是我们的开放政府联络人，他要让双方都能够理解彼此的想法，所以我们就把丑丑的报税软体变成了很漂亮的报税体验，还有一开始就超过 96%，到后来甚至接近 98% 那么多的一种支持率。也就是因为有5000多个人都觉得我至少贡献了一张便利贴那样子的价值，我就不会觉得这是政府要求我做的，我会觉得这是我们一起做的，这就是为什么可以有这么高的支持度的原因。なるほど。あの、あれですね、そういう意味ではパーティピエーシフィケーションオフィサーという行政機関の職務があって、で、そういう方々が、いろんな、ユーザーというか市民の意見を取り入れながら、こういうサイトとか手続きをより良くしていくような仕組みが、パーティシペーションオフィサーネットワークというふうに、いや、これも面白い、素晴らしい取り組みですよね。で、そういう方々がいらっしゃる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で、これも実はもうちょっと深くお聞きしたいんですけども、時間があと6、7分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ので、ちょっと参加者から来ている質問もありますので、で、これは私自身もお聞きした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も、一つは台湾といえども、ある程度年齢が高い方々とかですね、あるいは必ずしもデジタルリテラシー、インターネットとか、そのサイトを使う、アプリを使うのに、レベルが高くない方々って結構いらっしゃると思うんですね。で、特に日本では、高齢化も進んでいる日本においては、あまりインターネットでいろんなことをやると、なかなか高齢者はついてこれないというところもありまして、ずっとその昔ながらの習慣でやってる面もあるんですけども、台湾でその高齢者の方々の参加を促すとか、今のような、それこそ、VTR1 もそうですし、パーティフィシー、ビフィケーションネットワークもそうですし、そういうところに必ずしもインターネット得意じゃない方々を参加してもらうために、どんな取り組みをされてます？何らかの取り組みされていらっしゃるでしょうか？ちょっと説明をお願いします。首先、我想強調的一点就是、数位的技術永遠是配合社会、而不是要求社会来配合我们数位的技術。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概念。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长辈们在药局买口罩的时候，他其实不需要去操作任何的键盘啊，或者是滑鼠，他是靠专业的药师来把他们的健保卡，它是一个 IC 卡没有错，但是呢，他交付给这个药师，由这个药师来帮忙登录到我们在卫生福利部推出来的系统，
也就是是由人来进行教学。即使是我们这个系统到了后期，也把可能在日本也有听过的一些24小时营业的这些商家带进他的操作里面。我们也不是要求长辈自己跑去操作，相反的，我们在设计这个流程，也就是在事务机这边操作的时候，我们是征询了很多80几岁、70几岁的长辈，尽可能让这个流程不需要，好比像说使用提款卡，好比像说不需要记密码等等，而是他们可以很直观的一样拿着健保卡，然后在超商的店员的协助之下就可以完成口罩的预购。而当他一个77岁的阿嬷，这个我去问他有怎么可以改善的时候，他讲了非常非常多的点，都是我本来没有想到的。所以使用者体验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如果把长辈考虑进来，他们的智慧对我们是非常的重要。包含他说不要只用手机扫条码，而应该大的平板也可以扫啊，或者说就算他完全没有任何设备，也应该有一个收据上面直接用他的序号就可以取货啊，又或者说本来是在提款机通过提款卡来验证你的身份并且付52块台币的现金，但是他们提到说他们一想到提款机就觉得会被诈骗，应该他直接拿52块的零钱去柜台付款就可以了吧，等等，这些都是参考这些七八十岁朋友们的意见。健保虽然提一样的，只要这里面有他们的意见，他们就会很愿意的去帮忙说服其他的朋友，而且他一个人被超商教会之后，他又可以再教10个人，这10个人又可以教100个人，而只等于10啊，这样子他就传开了。所以我觉得涵容 inclusion 还是我们把长辈考虑进来最重要的一个方式。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タンさんがおっしゃった、その、人がテクノロジーに合わせるのではなくて、テクノロジーが人に合わせるというのも本当にその通り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そのためにもう一つソーシャルイノベーションツアー、タンさんご自身がいろんなところに出かけて行かれて、今の、まあ、高齢者とお話しされる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もしてらっしゃるとお聞き したんですけども、実際に、どれぐらいの頻度で活動されてらっしゃるんでしょうか。这边是我的办公室啊，它是仁爱路3段99号社会创新实验中心。各位看到的这个足球场，它是由喜憨儿，也就是染色体有我们叫做唐氏症候群的朋友们所制作。那我们看到的世界，因为各位都是 IT 的专家嘛，一定都不是数字啊，就是流程图之类的。但是呢，这些喜憨儿们看到呢，却是好像拓扑啊、几何啊等等，好像泛古一样的一些做法。所以任何人只要一踏入这个场地，自动都会变得更有创意哦。那我每个礼拜三在这边，任何人都可以来找我聊天。我唯一的要求是说，我们的聊天的记录、影像也好，或者逐字稿也好，必须要公开在网络上。那么我大概每2个星期左右会有一次到不同的地方去，特别是离台湾的高速铁路高铁站越远的地方，我越会去加入他们的在地的座谈，甚至有的时候还有原住民族的朋友来进行文化跟语言的翻译。但是当我实际去到那边的时候，12个不同的部会科长以上的朋友也会聚集在台北的社会创新实验中心，也就是说他们不再是好像完全用抽象的方式来看到地方的问题，只用公文啊等等，因为那样的话他没有完整的脉络，很容易他觉得解决了一个地方的问题反而造成其他地方的问题呢。但是呢，透过这样子一种共同在场的方式，大家就可以畅所欲言的去把在地的朋友的这些创新让中央部会各个部会的朋友一次知道，你不用再互相把公文转来转去，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应用。当然到目前为止我都还是只能在这种建筑物有光纤的地方才能够把表情看得很清楚，但是当 5G 科技发生的时候，那么未来不管是到很偏远的农场或者是一些海边高山等等的地方，未来想必也可以做出这样子的一种远距的交流。
はい。すべてをインターネットだけで完結させるのではなくて、毎週水曜日にタンさんご自身が時間を取って、いろいろな方と会う場を設けてらっしゃるし、2週間に一度他の方々と一緒になって、台湾各地に出かけて行って、直接顔を見ながらフェイスとフェイスで話しするっていうのも、これもちょっと考えられないですけど、まあ素晴らしい取り組みだと思いました。で、ちょっとすみません、時間が来てしまったんですけども、素晴らしい取り組みをやってらっしゃることはとてもよく分かったんですけども、そんなタンさんが今の台湾のデジタル活用を100点満点で点数をつけるとすると、何点でしょうかと。で、それがもし100点でなかったとすると、その100点でない部分、つまり課題とか展望とか今後やるべきことという意味ですけども、どんなことがおありになるでしょうか。最後にその点をお聞きします。我觉得在从我的角度来看，大家对于个人资料保护的意识在这几年是非常快速的成长。而台湾呢，目前呢，刚才讲的就是每一个部会呢，是各自来管理自己的个人资料保护的，这个跟之前的日本是相同的。但是在欧盟的 GDPR 的要求底下，现在有越来越多台湾的朋友们认为，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独立的，也就是人事跟他的预算都不是由任何部会所支配的，这样子一种独立的机关来进行个人资料保护方面的一些想法。这个在台湾也不是没有其他的例子，好比像说发生大的交通事故之后，我们的飞行安全委员会一个独立机关就变成了运输安全委员会，也就是连铁路都管了。那这个独立的机关，因为不是交通部长在决定他的钱或人，所以他就可以做出比较客观的一个分析之外，他所提出来的报告以及建议，也是民间比较愿意采纳跟接受的。所以有像运安会这种例子，就告诉我们，各自保护的独立专责的委员会也是在台湾有必要的，就像日本也在往这个方向调整一样，我们会在下一个会期就把这个组织法送到立法院，希望立法委员们也能够让个人资料保护变成一个独立专责的机关。对我来讲，这个是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丹さん、1時間にわたりお話をお聞き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ぜひ、また、こういう機会を、少し時間を空けて、数ヶ月後に、取らせていただければ、本当に、参考になって、なりますし、ありがたいと思います。今日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視聴者の皆さん、画面の向こう側ですけど、ちょっと拍手をしていはい、ただすけれみばと思います。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せん。ます。はい。丹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今日のこの機会を提供していただきました、JR 東日本の太田さんから、ちょっと最後、挨拶、一言お願いできますでしょうか。太田さん、オンになります。あ、オンになりましたね。はい。じゃあ、お願いします。本当に台湾がですね、あらゆる面で本当に先進的なことをされ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がよく分かりました。特にですね、やっぱり透明化だとか、あるいはその全員参加っていうんですかね、それが素晴らしいなと思いました。それをきちんと支えるのが、まあ、IT 化であり、まあ、デジタル技術だ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した。はい、ぜひ大勢さんのますますの活躍とですね、台湾の発展を願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し、またぜひ、日本と、台湾がですね、さらに交流深められるということをですね、願いまして、お礼の挨拶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本当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はい。太田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丹さん、改め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またぜひ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丹さん、今日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皆さん、これで、終わら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失礼します。谢谢、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